哈，他是现在是五十几岁了哈，六十岁，60岁，六十岁了。然对。后他刚得了这个普天登宝贝，儿子8个月了。然后他的夫人从开始怀孕的时候就吃这个普天登，喝三袋那个叫我们的能量饮料，其实这不叫能量饮料，它叫。比脑白金还好的，我们国内大家都知道脑白金，它是大脑能量饮料。然后她就是怀孕期间吃普天登，喝这个饮料一天三次。然后这个孩子出生以后，开始能喝水的时候，他就喝这个，给这孩子也喝能量饮料。他给他稀释的16倍，就是非常淡的那种，淡的粉的颜色的水。因为我们那个能量饮料里边有一种是咖啡因的，带咖啡因的，不要给孩子喝咖啡因的哈，没有咖啡因那种，给孩子喝。他这孩子才8个月，刚才抱起来看，那个精神头啊，那个表情啊，那个动作，身体棒棒的，非常结实。他看不出来上8个月的孩子，有点像一两个一八个月，也有点像1岁多那样的孩子，快到2岁的孩子。所以这发育可真是不一样，用了对，那就是说他是我们这个团队大 leader 了，年半了哈，做这个生意，说这个公司是他最成功的，他也做过好几家这个直销公司，这个公司是最好的，而且产品是最好的。所以他就坚持，一直坚持，不要放弃，这样的话一定会成功的。所以他得到了这个公司的一个奖励的车呀，25000块钱的那个吉普车，他得到了，非常非常兴奋。他也希望我们大家也不断的哈，既坚持，坚持不要停下来，就一定会成功的。这是。我能给大家传达的哈，百明，你可以再补充一些。婷哈，何丽婷博士，她是小儿科的医生啊，7年小儿科的医生。她看到这个宝宝8个月的宝宝，那个成熟度的话，相当于多少？大概是相当于1、2岁的孩子哈，丽婷哈。然后他现在可以自己可以站立起来，然后可以在地上爬，然后呢又可以游泳。所以这个父亲的话，他原来为什么没有早生孩子？他就想要有孩子的时候，一定要有经济上的充分的实力，然后呢，宝宝可以长得更健康、更愉快、更幸所以他就一直在不断的努力过程当中。然后呢，他也是做了很长时间的25年的这个 network marketing。结果后来呢，因为他觉得以前不懂的，也没有花集中很多的精力。后来呢，他看懂了以后，哇，知道这个是不得了的，没有其他的那个行业可以代替的，所以他就是全力以赴哈，然后利用对，他的工作的他是，一些优势条件。OK，对，他是这个做按摩的，做按摩的，对。然后还做功夫，教功夫，啊，中国功夫。53年的功夫师，功夫怎么说啊？功夫师教是，练，对，然后中国四功十夫的三年教的按摩师啊。哦，对了，练。丽萍，你还记得吗？这个 Michael 啊，他还曾经是帮过里根总统做过按摩的。对。所以现在的话，他是非常非常的高兴。我也，大家可以想象的嘛，60岁的人得了一个这么可爱的儿子，对吧？又有这个这么漂亮哦，同时拿到了一辆吉普车。这个公司的吉普车可是非常非常非常棒的。我看看这个里边我能不能给大家看看哈，我要看看这个上面，OK。这个是车是什么样的？哦，by the way，那个
还 有很多朋友没有看到的，我们现在 Life Vantage 哈已经有扩展到这么多的地方了，亚洲啊，你看看有这么多的国家，香港、日本 ，OK， 泰国 ，OK， 啊、然后呢，这个 Caribbean 三个 Republic of Dominica 多米尼加共和国也有啦 ，OK， 然后这个欧洲的话，你看，德国，法国，意大利 ，OK， 爱尔兰 ，OK， 然后这边的话，North America， 那是加拿大、墨西哥、美国，哈，美美的。然后，Asian， 欧西安的太平洋地区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有了。哎，所以这个扩展是不得了。所以现在的话呢，台湾也马上就要打开了。所以 Amy 跟我今天已经在说了，台湾刚刚才开始啊，不得了这个机会。所以这个地方的话，My Life Vantage 就是那个。这个车，OK， 就是这个车 ，OK， 所以他马上拿到了这个车 ，OK， 对，好，那么今天就简单分享到这边哈，然后再我要提醒的就是说 ，Michael 的话，他已经开始寻找中国人，他因为知道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，他已经找到刚刚讲的几位医生，他现在原来是都是美国医生，现在都已经开始寻找中国医生。那我们的 Amy Homewood 是一位美国人，他现在已经。去台湾市场还没有开发呀，他就去了，准备好开发市场。所以我们华人伙伴们，我们大家啊，这么好的商机在我们手里啊，那美国的伙伴们都是这样在积极的在努力的工作哈，而且他们两个人其实就是经济上都是非常独立的。 Michael 他刚才讲了丽萍啊，不是几千人啊，36,000啊，36,000 是什么意思啊？是36,000个那个下面的伙伴和那个客户啊？36,000啊，丽萍。对，所以那个Amy Homewood 也是这样。所以的话，大家我们经常跟这些我们美国的伙伴们多多接触哈，然后看看我们这个整个的世界是什么样的，然后我们加紧努力。好，谢谢大家。